别打儿子。小战场，那老马也蛮舒服。小战场的话，其实双方都还可以吧。场外其实周克机会更多一点，但是老马经验够多，他知道哪种情况可以安全。但其实大部分情况下还是可以的。啊，不要！哎，这个闪就有点，但是太好了。绝招没有了，但是有挂。哎，我操 ！OK， 挂也救不了。三次回闪。老马又变强了，确实，真卷，太卷了。哎呀，横踢出去，都是横踢，很好用。哦，完了，要横 S 了。会出第二下，可惜。是的呢。两下第二下可以控制吗？对，还可以不出第二下。这个不行，但是有挂可以回来，挂有点低了，挂。好像被吓了，完了。坏了，老马是卧币的。对啊。完了。OK， 后卫很帅。拿到他砸一下。这个投也可以，其实还可以。拿来投，下投，空后追追追追追追追。哎呀，我以为。哦，看他回场，拦他啊！当身。当神都来了。哎呀，还好还好还好，挂往上飞，完了，飞不了了。OK， 心疼，对面林克作弊了，太难了。换了个皮，嗯，我靠，这图更小了，更不好打，可能是考虑到刚刚道具太烦了，选一个场地小一点。炸弹还正处理一下，没问题。不好抢，其实周克抢刀不厉害。嗯，周克腿太手短，他就升级。周克选手要掌把握住他自己的票，要不然被老马轻微抓住一下，哎呀，就一条命就没了。哦、OK， 来等一下，哎，我操，急了，滑铲了一下。战斧 JF， 这什么？下头接横，下头接 DA， 没有见过。JF 出去，出身，出身。哇、哦，机会吗？没有机会。来，直接横 S 顶他！哎，我操，被顶了！哎，这个跳可以，拦他，可以了吧？好，路上。哎呀，我操，真听我横 S， 空后，被横踢了。OK， 还可以，其实还行，有机会。下个单，哎，拦他，哎，哎。有机会，老马不跳，一个空后可以。机会，哎呦！好了，这把赢了。好、哦，好。来，这位小妹啊，下头，这什么？这有什么？不要急。什么？憋了 G？ 啊？停啊！什么意思？哎，哎，还是不敢靠近，那只能等亚森。艾坤，亚森机会啊！这个闪，空位出盾，再出盾，还出盾，空号压盾，啊！前头亚森要没了，挂来，好想当真，我的挂，挂 ，OK， 哦，哎呀，挂没了，哦，可惜。哦，哎，蹲住，不行啊！当真了，谁喊当真？谁喊当真？